如果你不是香港警察，你不用不顾安危以身犯险，你不用忍辱负重，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专业克制，你不用在拼尽全力之后却受到恶意伤害，你不需要错过同屋企人的团聚，更加不需要内疚，担心他们被人恐吓、被人伤害。你不需要忍受偏见、误解，更加不需要受到辱骂、污蔑。你不需要在一次次委屈受伤之后，仍然坚守岗位。因为你知道你是香港警察，着上警服就是自由，勇往直前，无畏无惧，顶天立地守护这一座城市。但是你相信，因为你是香港警察，就不需要担心。在你身后有正义的香港人，他日这座城市会给你应有的光荣。请接受来自一个香港人的敬礼。阿 Sir， 我们撑你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